喜欢可以组织派系，有着庞大虚拟经济体的大型多人 MMORPG EVE Online， 或是苦苦等待不知道何时才会推出的星际公民吗？现在玩家有新的选择，那就是来自法国的 Nova Quark 工作室耗时多年开发的大型多人 MMO 星座双重宇宙。因为地球被摧毁，不得不在外太空找寻人类殖民新希望的你，将会从一个随机的星球开始，展开属于你的银河传说。方法不外乎就是探索星球，找寻荒废城市，在无数玩家共享的银河中塑造明日世界。只要资源足够，就能够以几乎毫无限制的方式和创意工具，在星球或是外太空建造设施、战舰，甚至是外太空基地都没有问题。之后还能够与世界各地的玩家结盟，从无到有，重建人类文明，进一步占领各个星球，取得关键资源，并投入生产，形成产业链，借由完整的市场机制，实现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独特经济圈，再打造完整殖民地，组成巨大派系联盟，与同样是玩家组成的其他派系结盟或是竞争，自由谱写各自的宇宙史诗。说到竞争，玩家遭遇的战斗，从个人一对一的空战，到需要率领玩家团队大规模船舰对船舰的宇宙大战，都有机会能够体验到。特别是在船舰的大规模对战中，玩家可以随时改装自己的船舰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。一个任由全球玩家们随心所欲创造、共同撰写的宇宙传说，目前正在测试中的双重宇宙，邀请对宇宙探险有憧憬的玩家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在这独特的世界留下属于自己的脚印吧。